想像下，因為其實可能我老人家需要睇病，要揾屋企人陪，咁可能請一日嘅假期，咁佢可能搭要 book 架轉的或者比較特別嘅的士，可能來回四再來回600蚊，咁變咗成個整體成本係好大，即係唔係淨係講個睇醫生嗰樣嘢，係社會成本其實好大。咁其實嗰樣嘢做咩好簡單，即係我哋嗰個 model 就係話，哦，我哋係外展醫生，係一個加埋一個視像手機嘅平台嘅體制。咁外展醫生，我哋其實用，所以我哋一個另外我哋做嘅嘢就係一個共享經濟嘅模式，因為我哋嘅外展醫生咧，全部都係一啲私家醫生啦。咁佢哋都係本身有份正職，咁佢將佢空餘時間拎出嚟去上老人院，即係安老院嗰度去幫啲老人家睇。